我有次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是一个小朋友表演的，请了很多家长来。那么小朋友看到家长来都哭了，爸爸妈妈都叫了哈。那么我们第一个节目呢，就是救国歌。我当时我心里很担心，我说是待会救国歌的时候小朋友哭了怎么办呢？啊，结果一救国歌，全部小朋友都站起来了，不哭了。诶，我觉得真奇怪，我还担心了，哎呀，我这狗狗小朋友磕着不好了啊，一直不哭。好了，我说啊，现在停止哭了。当狗狗奏完了，他们坐下来又继续哭啊。这么就是看到了，就是我们在平时的爱国爱国教育里面呢，就是要那个。那么前两天我一个小故事，我去一个茶楼去饮茶啊，喝茶吃午饭，有个亲戚告诉我啊，你们的小朋友教的真好。我说怎么教的好呢？哈，他说，他看电视，那个餐厅里面有很多电视机的。他新闻前播前之前呢，就是救国歌。他说他一听到救国歌，小朋友就站起来了，不吃饭了，喂他也不吃了，啊，他就唱国歌。那么人家大人看见这个小朋友真可爱，你看救国歌就会站起来。结果他还批评大人了，救国歌是不能笑的。所以啊，我想呢，这种呢，我们就是从这个教育呢，是要从娃娃抓起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